苏前嘅红地毡，沿途黄浩信就好勤力练习拉小提琴，前辈都俾 like。多谢校长。阿浩信拉成点啊？小生一齐表演，由于人多又要跟拍子，确实有啲难度。不过大家都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。负责拉小提琴嘅黄浩信，表演完翻后台仲系一额汗。其实我系真系拉嘅，但系系有另外一个专业嘅小提琴家咧，就喺后面帮我伴奏咁样嘅。咁即系可以将个瑕疵咧，尽量俾观众听到嘅情况就减低咁样咯。咁所以，但系头先都因为希望尽量像真咧，就即系都跟佢学咗一阵咯。咁希望观众睇得开心。即系你本身系唔识拉噶？我本身唔识噶。即时其实其系即时学噶，咁同埋。咁犀利。同埋即系我记得我五六岁嗰阵时，妈咪俾过我学嘅。